哎、欸、啊，这些黑局都靠什么去赚钱？我很好奇。风之谷啊，天堂内啊。这可以又可以。干黑局，你讲黑局吗？神力。最近让我烦恼的事好多，只能靠看你的影片跟直播来解闷了。兄弟，蟑螂兄弟，还有一个可以让你解闷的，打开 JA 开头的网站，狠狠的来一枪，兄弟，狠狠的来一枪，然后再睡觉。Nice！ 鸟啊！今天战绩怎么样啊？送了几把？你为什么要生涯不公开啊？我玩一把而已啊，我生涯不公开。有你不公，你两个不公开，你两个不公开。你知道这个叫做你这知道这叫裹尸布吗？把你每一场的像尸体般的表现包起来。你这么多场，你四十多场，你看我这账号评分多高？你看一下。不是吧？你现在到底几分嘛？不要一直讲屁话嘛。哦那啊、我前十场都还没打完，白金二了、哦。那没问题。我在大号之前赚一还赚二，然后就没有打赢掉下来了。哦，应该是很高的。你应该是不用担心不能跟我排了，是吧？你尽量爬，赵哥。不能跟我排的时候，我一定马上打上去找你。哦，没有啊，没一代世界冠军，太牛逼了。要靠背了。搞，我们就靠背了。你后来就没有打台服了？你不是说要爬台服吗？没有啊，一直不够扯，而且没有时间玩啊！你看我哪有时间玩？玩我连直播都没有时间玩了。为什么？开太久还是怎样？都在开会啊！啊，董事可不可以做点事啊？什么会要开？你是开什么的会 ？BYG 的会啊？啊，关什么的时间开？对啊 ，BYG 的会啊。今年少了一个赞助商，压力很大。哎。哦，你说。那个，哎，我们这个 BYG 董事支出跟收入没有帮忙拉赞助，还倒了一个，哎，你在讲什么？刚我不这不能干我的事吧？哦，没有啦，做做效果而已。再讲一次试试看呢。大哥，最近怎样？假的办很难啊，你又回大游戏了？哎，是 buff 吧？他 W，buff 了 ，buff 了，睡哦。真的，假的办首选呢 ，swap。我没有假的办。加分的，然后半天的盾，他的盾 CD 少一点，那怎么办啊？就先不要啊！不，总是狗头人啊！你就玩冒凯啊，冒凯。总是狗头人。冒凯有点无聊哎。O P G G T One 哦，阴血战锤加黑切啦！哦，真的哇，好猛哦！真的 T One 哎 ，T One 啊！还在那边，我跟你。史丹利难得会端一点好菜出来。我看你前那个 EQ Flash 变成那样子，这样你就不用再练那个新角色了。现在是 EQ Flash， 那个 EQ Flash 变那么久。EQ Flash 啊！我们那时候啊，韩国教练真的很屌。那时候我 main 嘉文的嘛，然后他也很喜欢叫我选嘉文。嘉文的韩文就叫假的假的半，就是 Tinto， 要假的半 EQ Flash 啊！他叫我这样开团。他妈，我队友还在这边呢，我队友这边哦，我站在队伍前面哦，叫丁头，丁头，他妈叫 EQ Flash 啊 ，OK， Next time EQ Flash 啊 ，OK， 哎，那 ，Good good， very very good jungle 了，傻屌，有人抖内说叫我帮你加油。好，他为什么不懂我？我加，再靠背。我加去懂你，我加去懂你。真懂是你被黑局欺负的很彻底。被黑局人啊，欺负的很彻底。真的，你有看那影片吗？我看啊，都看啊。真的很离谱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这么恶心？有靠背的。我感觉你有点对律师有点生气，对不对？我来了，他多少钱？对，他就要顶天塔，他不要顶。干他一顿！哎、欸，他鬼步要操我，胖子，胖叔叔，打不了你、啊。哎、欸，他鬼步也不知道不知道你。有人说你2月23号要去领20000，没有，哪是好领？开第一庭而已。喂，都没有说好领啊！我说那个要领到 GP， 我跟你讲，历史上就没有成功的判例。啊、所以这个要判，不要说2000万啊，判个200万都已经破纪录了。我是不抱着有2000万的。你证明他是。
我觉得很奇怪，你都证明他是不死了，那你把你的消费要回来有几率吗？对啊，但是历史上没有这种判决过啊，要回来都要不回来吗？嗯，很少、啊，连一赔一都要不回来吗？我自己的理由可能要想象不出。你要惩罚性赔偿是你自己说的、啊，你可能真的要、啊。因为他故意啊，他故意骗人嘛、啊，没有说干我骗你骗到好了还你就好，哪有这样子？那以后大家都来骗啊，因为没被抓到我就赚啊，对不对？比如他现在连还都不用还啊。对啊，所以我的立场怎么样，他都得还一倍啊。啊，那个后面两倍三倍，我们就是站在历史的起点，你懂吗？能够两倍就是至少也把往前推一步了，你懂吗？哦，历史的起点。你下一波要不要？我可以现在往上走。你直接走上去推，然后你再绑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基本操作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有了。但我觉得有没有戏哦？确定？有戏，有戏，有戏。三到十三。那要是你要点吗？哦，我可以帮你。行，我走。可以帮你。好，那我不推了，我不推了，停下来嘛、嗯。你被套了。没事没事。我来走，我来走，我来走。哎、欸，他该送，他该送，他该送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哇、哦！鬼子闪现，哎、欸，干你娘！闪现拉我！没事啊，你吃线吧。嘣！哎！哎！哈哈，玩天堂！哎！哎！真的？那天堂助理，哎！哎！对手！三下。啊，可以爽死了，你了，是啥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小丑上单？这是钻石吗？这就是路福钻石的水平吗？是。路福钻石的水平吗？是。太丑了吧？那就问爽，是不是啊？他刚刚是啊，就是啊，感觉你不用来帮，是你都不用来帮，这把我自己的，你去帮东夏，真的真的，你去帮东夏，知道帮你吃龙的，我吃龙，吃龙哎，吃龙，当然想，我怎么可能不想你呢？吕博威啊，不想你也想小朋友哎，没有、啊，绝对是想你，太扯了吧？又能走那一千块啊、哦？谢谢，谢谢吕博威的1690。谢谢你博威，谢谢。没事啊，超哥，你那影片下面一堆超级流量，我也是有看。啊，你知道成本是600000吗？还有一年半的心灵折磨，好像这样算起来没有很赚吧？这个按照他的说法，欸、这个跟他们申请什么精神抚慰金啊？你超流量啦、啊，你不法获利抖内哦，不法流量、欸、真的好多不法流量，不法获利，你有很多不法获利啊！不要脸的脏东西，哎、欸、啊！最近黑局都靠什么去赚钱？我很好奇。风之谷啊，天堂内吗？但可以又可以。黑局，你讲黑局吗？神力。没事啦，啊、法院认证黑局，大家都在讲，没事。我帮你测试过。大家都讲黑局吗？我帮你测试过。他当然是告我啊！大家都讲黑局。但是说我什么讲黑局在怎样啊？哇，他们每个人讲什么？啊对啊。我干干活不是干。他们心眼比较小呢。对啊。我是故意的。越来越接近电话了。还是我们这边先发道歉声明，我很有经验啊，那个粉专发文哦，然后置顶6个月，然后还不能限制浏览者哦，好，然后放6个月，这个我很有经验。还是你文章先发了，省得人家再发声明稿。告我，然后要我赔偿1块钱，我就赔他了。OK。啊？嘿嘿嘿 ，MD。啊？过来。送走没？哈哈哈哈哈！住喽，儿子爆开！儿子爆开！这个人在臭我朋友啊！哎呦喂！僵尸在哪？一锤啊！哇，顶级素人！等下，你衣服还有在卖吗，飞哥？没有你的超硬币属停产啊，都卖完一波就没再卖了。哦，蛮牛吗？怕缺粉丝再多减资。我怕缺粉丝。还是有良心的，是不是？有良心的、啊、不是啊？还是一波就缺够粉了？我不支持你说他缺钱的、啊，我觉得那很划算，怎么会是缺钱呢、啊？哦，
为什么？那你是什么？你是常态饭是吧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卖啊。有清起来呢？清起来就清一波就没有啦、啊。不是常态饭做吗？没有啊，卖完了。是啊，我想说要出就出别的，不要再出一样的。嘿嘿嘿，引不到。结束了，已经。哎、欸，狗狗被罩了。放子开罩，放子开罩，放子开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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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罩。很忙哎、欸。这局好像出不了、啊。确实。拉一个。哇！你要把马太老三拉烂。哇！老三谁老三？炸一下头都裂开了，你直接炸到裂开、欸！哎，你玩冒卡是不是不会输？对啊，所以我说很无聊啊。不太会。原冒卡 Q 感太强了，哎、欸，看怎么暴毙了？哎、欸，原暴毙了，原暴毙了。好、哦。来来来，开打开打，确定。小啦，大哥，你刚好走掉，刚好走掉，没事，刚好走掉。我三绑他，他刚好把我带走。紧急待遇，趁人之危。两遍啊！好废哦，我们狗头二十分钟，276盘，我怎么这么废啊？不是我的狗头二十分钟都不跑100，干你娘！他600，他276，这就是一般的狗头人了、啊，这就是平价狗头人。还是没找到。死了！表叔，哎呦哎呦哎呦呦！哎，这三下，干！你要干！是最绝的命吗？干！掉！没事，狗头杀光，狗头人杀光，一半给小朋友，疯狂加持！哈哈哈哈！疯狂加持！200多，太强了，胖子进场直接收光。是啊，这个温泉看好我们怎么推掉这个场高地、嗯。这波全靠你，要不是你后面来收割，我们应该已经成命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操，被撞了，不对，是被撞。很狙啦！没事没事，活到活到活到。我觉得直接吃火锅。我有误吧？我觉得直接吃，他们就开动吧，开动吧。嗯，这塔上帝根本没有 TP 啊，他不爱打暗场，打暗场就吃就好了。哎，你来了，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我直接开棒，直接开棒，大家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把你那个儿子啊，点了吧，一刀比我大脚还痛啊！点了吧，阿瑞有人一刀比我大脚还痛啊！这么牛逼哦！哎，开仗了，开仗了，开仗了！感觉这把已经不救了，全部吃掉，全部吃掉，他们是不是有够烂的？绑一条，直接开，直接绑安妮半条啊！哎、欸，三绑教训他好不好？啊，点了靠背，啊，玩不了啊，这样子。抱歉啊，胖子，让你没什么玩到。是，我的我的，给你一个赞。我也把上路打爆，我也最高级。你有玩到吗？还是有玩到了，别这么说了。狗头人好像没玩到啊，弄半天游戏结束了。你看这个斯温扯不扯？他伤害全对这个啊。啊，他只是个斯温他在玩。对啊，所以下路本来爆啦、啊，然后他直接一打二，斯温一打二逆转。